我是掌柜的，找的就是你。我跟你那么说吧，整个这条街是爷罩着，我是外来的，啊，你看，这小店呢，刚开不久。您说的什么呀？我没听明白，连这都不明白，那您到底啥意思吧？你明说。真他娘费劲，一句话。 掏银子买平安，要是掏不出银子来呢？鸡飞狗跳。得，等有了再说。这两个人来者不善，听他们俩的口气，还得来。<笑> 二位爷，你说眼下你们堵着门口，啊，那我就更挣不着钱了。我挣不着钱，你们收不着钱，那这图啥呀？别说废话，赶紧把钱交了。我保了，你去保。